嗨，我跟你们讲，在槟城也能找到 Tasting 戳戳秀的工作坊，我带你们进去 workshop 看看。想要绣什么图案，这边都没有限制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。有了底图，来到首先要先去选适合的线色。建议新手选图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选择颜色太多太复杂的。很多朋友肯定会想到没有经验很难上手，小白其实不用担心，这边他们会很耐心 step by step 的 guide 着你， make sure 每一个来到的你们都已经上手了，才会放手离开，给你们自己去 tufting 你自己的图。过程中他们也会时不时来 follow up 看你的进度，全程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来完成一幅图。让自己投入进去，其实非常享受，非常疗愈。亲手一点一点的 tap 上去，从无到有，整个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成品可以拿来制作成地毯、杯垫或者是镜子，再来也可以体验制作奶油胶手作。你可以选择要制成手机壳、镜子、相框等等，琳琅满目的配件任你选择。每个人可以选大概15到18个小配件。可以是个非常好的亲子活动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 DIY 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如果 you have totally no idea， 也可以找他们给你建议或者指导，选好你喜欢的小配件，先把他们大概排出你要的构图。操作之前他们也会先 brief 你有关于该注意的事项。打底的奶油胶可以选择2个颜色，还可以选择你自己 prefer 的裱花嘴，挤出不同花纹的奶油胶。这一点对平时有在家做蛋糕装饰的朋友们非常容易上手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这块毫无经验，也完全不用担心，给你100%的耐心在旁边指导你，直到你学会。只要你有需要，随时找他们求救，他们永远会在你身边给你最大的 support。我们完成的阿伯聊过现在很流行的暴力熊 workshop， 还有超解压的 acrylic pouring paint 都可以来到 Town Studio 进行体验。暴力熊有4个 size 的选择，从钥匙圈般的大小到最大只的53cm， 一个作品可以选择3种颜色。这个项目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们来一起体验。整个上色过程不需要刻意，不需要整齐，随心所欲任你发挥，轻轻松松没有压力，非常随心的把艺术品完成。这个假日周末来点轻松又有意义的活动，一起来到工作坊，开启疗愈模式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。这间 Town Studio 的地点就在 Tingkat Masuri Satu 楼上 Level 2中间的店铺，记得要关注零食哦。